看准收看《型男大主厨》，看谁最幸福。晚安。平身都平身，晚安大家好啊！谁平身呢、啊？我是格格呢，我上次好不露哦，很不露，我是格格。你上次说的不是这样子，你上次说的是你不想录了，也有一点点。你今天听说生肖格格要找继承人了，是的，而且还背着呢，干嘛找继承人呢？因为这个背带啊。背着有点不幸的感觉啊！今天呢，找了两位好朋友呢，要来继承一下香蕉格格哦，不，三个人，唐宗盛、范连军、K， 欢迎三位。欢迎三位。我的个天哪！哎呀，对，香蕉哥好，格格嘛，香蕉格格，格格。我真的很不想要带这个香蕉格格的袋子，所以我今天一定会把这个东西带在你身上。但问题来，那一套穿在 K 的身上，观众太适合了。我哎，他长得本来就男女不分的，不是这无章男女不分。观众是喜欢看我不穿，哪一个观众想看你穿？不是，你可能说反了。我们想看你穿那比较好笑，但我们看他不穿是好看。对对对对对，有好戏，先跟隔壁几个学长学姐学习一下。是是，有好戏了。不得了，了不得！什么好戏？吴念真导演的剧团《绿光剧团》，菜鸟警察押解老扒手。是的。哎呦，那让范瑞君来介绍一下。OK， 好，我们即将在城市舞台10月2号到10号演出。哎呦，那当然还有台中16、17号，新竹呢是30，还有11月1号，高雄呢是11月13跟14号。好，让我讲完。台南呢是11月20跟21号，请大家把握。全台都可以看到。各位。我是今天来宣布一件事情，借由我们这个高收视率、高值，就娱乐性又高，然后又有创意性也高，又有知识性，讲重点，对，然后那个，对对对，然后呢，水准又好的，我要改艺名了，我艺名以后不叫虫虫了，这是本名嘛，虫虫的艺名要改成叫虫缺。这张啊，听说 Kid 也想改啊，我就改唐崇盛，因为现在这个名字哦，将会在金钟奖或金曲奖出现的频率增加。香蕉格格寻找继承人 ，Kid 毫无畏惧来挑战。小乔想卸下格格光环，但事情却没他想象简单。剪刀石头。B 饲料多沉底，我记得龙鱼是喜欢吃活体，通常饲料应该是不会沉底，对啊，都是活体才对，对啊。我选 A 啊，我说我们会以为他因为想要看饲料，其实他是A 集体尖叫高音退敌，二是 B， yes。香蕉格格，香蕉格格的实力。范俊，快点过去一下。过去了。对啊，一人陪他，一人陪他一次啊。我们来看一下，他有没有那么毒吗？答案是 A。出来，我才笑不出来。张国成，你敢吃？你给我试试看。哎，你看看我后面放的是什么？没看得出来。剪刀石头布。陪你好不好？哎呦，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一个人吃不来了。答案是 B， 耶！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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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花菜焖肚条，肚条，肚条，对。另外一道叫做，另外一道呢叫水晶粉炒腊肉。哎呦，水晶粉炒腊肉，粉条，粉条啊，水晶粉哈。好，计时开始。好，那现在呢，我们花菜呢直接呢，把它拿进来。范连军有在做菜吗？拿进来穿蛋哈。干得好！哇，好快哦。开玩笑，专业。郭师傅，你刚刚说这个猪肚要。煮45分钟，放葱姜酒下去煮。哇，哦，你看那个腊肉，这腊肉也要先蒸过的。腊肉要煮10分钟，根本切不下去。煮10分钟，这不是蒸啊？不会蒸，真的用煮的就好了。是用煮的，它的盐分呢才会把它煮掉。哦，那太咸。然后水就单纯水煮啊，水煮就好，先炸一下。炸猪肚。哎，第一次看到哎。花菜呢？现在呢？也好了，来，直接呢拿起来。花菜呢，等一下要炸一下啊。花菜要炸。对，要炸一下。哎，然后呢，热水泡一下水晶粉啊。来，腊肉呢，直接。没有，没有。
哎呦，腊肉煸，来煸炒出它的香味啊，腊肉。好，谢谢你。哦，再来呢，我们现在也要进来。好，你这也下。对，也下，要炸一下，要炸一下啊。不会皮皮偏啊？它不会。郭师傅，为什么花菜不直接拿去炸，还要煮过啊？哎，煮过呢，再炸的话，它最主要它的成熟度哈会比较快一点。它抢时间。然后现在呢，已经好了哈。刚刚利用煮这个水去煮它的过程当中热锅鱼。对，利用这个热水呢去弄粉条。对，好香哦。然后把这个锅已经热好的锅子又来炒腊肉。它都有逻辑的。它好棒哦。好，再来呢这边呢，姜末、蒜末进来，各一大汤匙。对。来，干辣椒，干辣椒进来，两汤匙。哎呦，把它炒香。哇。把它炒香，把它炒香，对对对，对，刚听错了，听错，对，刚听错了，听错，姜末蒜末，对，一大汤匙给另外一边，对，再来呢，这边拿一下，锅子，干辣椒拜托一下，谢谢，哎呀，你看怎么了你？没关系，锅子来人了，干辣椒，马有尸体嘛，对不对？马有尸体，马有尸体，任何都是会变尸体，都会有尸体啊，总是会有一点失手嘛，对不对？这是什么？来，水浇上进来，对，糖进来，快啊，时间过一半了，糖一点进来，哦，好香哦，两边都要加糖，对不对？对，油泼辣的来，对，再呢直接进来，哇塞，这个看起来，干辣椒下喽，哎，下，拜托，谢谢，糖进来，哎，这边呢米酒再加一点进来啊，哎呦。球，加油！哎呦，那个是蚝油，是不是？郭师傅要把握哦，来，蚝油再进来，不够，不够哈。好，大葱，大葱，他真的做得到，他好厉害哦！哇，会切哦！哇哇哇哇，帅帅帅，手好巧哦！好，直接进来，蒜苗下，我的妈呀！这边呢也进来，哎呦！两边都要蒜苗。对，来，再来这边呢，我们呢，时间剩下最后一分钟，多一点点，对，第一分钟倒数，好紧张，紧张。好，现在再来这边呢，掉，神经病，真的。哎呀，没有煮完就要穿上哥哥的衣服了。我师傅穿吗？哎，真的很难想象哎，这两道菜要在八分钟之内完成。还有做东西哦，可以，它完成了。对，哎，你还要加掉掉辣椒跟剪辣椒的时间呢。真的好香。所以你看，完成了。它可以八分钟完成，你要十五分钟。对。它会有七分钟。好，两道菜。完成。花菜焖肚条、北京粉条炒腊肉，两道菜。时间之内完成，花了7分30秒，掌声鼓励！厉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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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拼了耶，太香了！马上进行这两道菜的出题，请。平常会群聚在一起的雄性藏香猪，如果遇到危险，猪老大会奋不顾身去抵抗，而其他的猪则会 A 集体尖叫，高音退敌 ；B 不顾老大，拔腿就跑。筛选，剪刀石头。我辩解你，直接在镜头前面这样换，太没技巧了。遇到危险，猪老大 ，A， 集体尖叫，高音退敌，因为他写群居。通常群居在一起的动物呢，他们就是团结，对，他们比较不太会。如果今天他们会拔腿就跑的话，那就不是群居动物了。他们还是一起跑啊。可是就是群居在一起一起跑，那猪老大也会一起跑。那猪老大既然会出来抵抗的话，应该是大家会跟着一起，就是比较多人，他就会把敌人吓跑。越讲越心虚啊！来，抽屉选民三位，请选择。其实我想跟晨晨哥，对我也是想跟你当记者，不是，我知道不这样，我们就看我们大家的整个的生理状态，谁跟猪比较接近，我们听他的好不好？看样子，我们能够相信的人只有他了。你是不是变态了？不是，大哥，我绝不是这个意思。放开我，我选 B。重缺，你在哪里？还是你这一题重缺？不行不行不行！你要重缺吗？不行，在战斗的这个舞台擂台上，我是不能重缺的。是，我选 A 好了。好，太好了。集体尖叫，高音退敌。是，不然他没有必要群居。对啊，没必要。先别接受答案。为什么？
哎呦哎呦，也许他有智商，他会愿意牺牲掉一只先抵挡，然后来保护后代，其他的，让整个种族的延续，让他们安全的跑走。可是也许他们讲义气呀，你说说，人都会讲义气。我最近常看 Discovery 那个像水牛，非洲那个水牛，它其实很凶悍哦，但它一头水牛哦，它那个小牛在那边，狮子一来它就跑，跑了之后因为一个母性，它一定要抵抗，因为有一个敢抵抗哦，导致其他人也回来，所以就是说，因为有一只敢抵抗的话哦，其他就在旁边，它不敢抵抗，它在旁边赶紧站一个站枪一下，就跟人一样，那也是这样，对，打架的时候最壮，我们出去一定是陈哥在前面打，我们在后面不会打架，太牛了，我们负责骂脏话，对，像小狗一样，我们负责骂脏话，对，他最厉害是什么？是我这样出来挡，然后他用话去激怒对方，不要，何大烈跑，何大烈出来呀。以上，以上是我们的示范。对，请问这样够知识性、够娱乐性了吧？我也手缺了。而且刚刚整段表演不需要任何的科技。对，二十 B， yes， 香蕉哥哥，香蕉哥哥就是你。小乔天生有格格命，遇上香蕉王子威力无人比，而产地直送澎湖清水龙山鱼，保证让你大呼过瘾。哇，真没吃到会后悔。这个剪刀石头布，哇！我陪你好不好？哎呦，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一个人吃不来的。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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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许多海水鱼类呢，它会游到河海交界处来繁殖交配。研究发现 ，A 30个小时以后还能够受孕，哇 ！B 活动力很低，30秒后就失效。B 耶、yeah ！那如果你还30秒，那你别不提你害两在嬉戏的话，对不对？有道理。他那个活30个小时，我也是觉得大自然应该被北撩刚呐，还不行人呢。已经被乔哥哥带在八根江的沈城，会不会从此被禁足在香蕉皇宫？香蕉哥哥，香蕉哥哥就是你。请说明。来，湛江猪为群居性动物，在遇到危险时，猪老大会奋不顾身的抵抗，而其他猪则会拔腿就跑，以保种族能够延续。我不会动手，真的。哦，难怪要先水煮，因为其实咸味非常的够。对，那个腊肉。而且本田好 Q 哦，嗯，白花也在这么耐煮哦，对啊，很耐煮。这样还脆吗？它水煮对不对？水煮了大概1-2分钟吧，对，差不多。还过油，过油了快1分钟吧，有哦，有，还脆耶？怎么会这样啊？然后跟你一起微煮一段时间的，对啊，还脆哦，还脆，为什么啊？好耐煮。可是应该主要是那个过油吧？那猪肚好入味哦，好好吃耶，谢谢谢谢。小缺子，怎么走？哥哥请。嗨，原地转身就行。好，我选，你选。我现在心情不太好，尽量不要惹我。那种菜没吃到，我吃香蕉，这落差太大了。我想要这个鱼的礼盒，礼盒也是我们的，不是你的。哎，对哦，你北极哦，你到底是不是主持人啊？我是主持。鸡。我们今天的旅游是澎湖来的，是啊，产地直送，产地直送的。七，不要连，不要连到八了。啊，老天爷，真的卖刀哦。Yes， 三，两根小的给你，吃一根比较大的。
你还有脸瞪我？好了，马上呢，在他们吃完这三根香蕉之后，得告诉大家今天的五星级产地直送是什么。今天特别推出澎湖亲嘴龙沾龙江。哦，龙沾鱼啊，龙江来五星料理，亲嘴龙沾，请各位，亲嘴龙沾鱼，龙沾、啊，不是那个龙沾的，那个龙沾鱼。两种龙江，龙江嘛，常说的龙江鱼啊，是现今的澎湖呢算是非常高经济的鱼种。它向往养殖的这个龙江鱼啊，龙江向往养殖的龙江鱼呢，基本上的肉质非常的细致，胶质很丰富。对，而且自古呢就有澎湖上等水产的封号，就连日本的文献呐、啊、也对这龙江鱼评价非常高。通常他们日本都是在庆祝的场合的时候会来食用龙江，龙，可以了，龙脑，龙江，忍不住。阿吉斯啊，阿吉斯啊，不好意思啊，不会不会，没事没事。菜名叫什么？今天啊，今天鱼要揪飞，鱼要揪飞，揪飞，揪飞，对，英雄揪的揪，完全熟成呈现的时候，我会用一个真的很烂的鸡爪扣住它的鱼肉底部呢，用它中间曲骨的部分熬出来的鱼汤呢，煨一个冬瓜，整件的冬瓜脯来垫底。所以吃的时候三者一体，口感很绵密，很扎实。鱼肉、凤爪跟冬瓜肉。是，我先把它剔骨头啊。哇！先去指甲。对，把指尖呢、啊，那中间曲骨这边划一刀。哇！哇，好厉害哦！好，那我这个示范动作呢，做一下子给观众朋友看一下啊。啊，这藤萝鸡哈，去砂锅一熬，我就直接放葱跟姜去蒸。那么待会儿呢，整个鸡爪子呢，让各位特别来宾品尝的时候，它是完全脱骨的，啊，完全脱骨，而且啊细腻度蛮高。这样要蒸多久啊？一个小时。火力弱，那你看一切就可以掰了，很好。这有一种那种装置艺术的感觉，装饰有没有？你看这放在就是台北火车站，或是那个忠孝复兴，这绝对是表演。这告诉我们有头有尾的道理。对呀、啊，鱼肉下来了啊，那你摸没什么骨刺啊，没什么骨刺。哦，它的骨刺都是大骨刺，都大骨吧？骨刺这边都大骨啊。对，那这个中间骨头的部分呢，我就直接熬汤啊。用这个锅啊？哎呀，接下来做的动作应该就准备其他的新香料了。是是是，没错。那么熬这个鱼汤的时候呢，我们多一点点的这个啊佐料放进来，葱姜。哦，你要汤的话，然后蛤蜊呢，让它味道更鲜。待会再回来。好的，好的，好，谢谢。来，吴秉承师傅，师傅好，你好，你好。龙江这算是从你家乡来的，我们家乡家乡鱼，其实全省应该也都有养殖，只是澎湖是大量的向往养殖。对，而且澎湖对这龙江鱼，我们就讲龙江，龙江，对，我们家乡话就讲龙江。对这个鱼的话，其实不管做节庆啊，或者是祭祖拜拜啦，几乎都是用到它，都是用这个。对，好，今天再来菜名叫什么？我们今天来做一个棒鲜吊龙鱼。棒鲜吊龙鱼是那个吗？用到的是蚌壳部分，用到的是马蹄壳，那用这个鲜味来吊这个本身鱼的一个味道哦，然后就放进来，火帮我打开，就这样子啊。好，这里有一大碗的一个米酒进来。哦，米酒。对，现在直接把它整个的一个鲜味拔掉出来，蒜片也把它剥进来。米酒那很鲜呢，就是非常鲜，就是要把它的精华拔掉出来。你为什么不是放姜，是放蒜？盖子放进来。所以你不放姜，放蒜？海鲜不是蒜的味道会把它整个的一个会把它不必要的一个腥味把它拉掉，这是盖子。对，你最忙了，因为它刚刚是透明的，我没看到，真是不好意思，这么高级的锅子我真的很少见。这个鱼本身它的鱼肉的一个品质来讲，它比较譬如像炸啦，它如果蒸或者做鱼排，对对对，它如果说你用清蒸的话，它肉可能会比较紧一点。嗯。你只用半片啊，半片有一开你就把它打开，就把它取出来。OK， 好，好。因为等一下这个本身的这个马蹄壳的肉，我要把它剁碎，跟硬骨啊拌在一起。啊，等一下会下去蒸。剁碎。哎呦，开始拌。八颗。OK， 好。鱼身肉这样子拉薄片。对。你要用穿的，对不对？等一下会把它卷起来，然后放在这个
蚌壳的这个壳上面去蒸。好，我们再继续看阿基师，听说那边开始要试吃了，来。好，那陈哥了，我这边冬瓜了，因为我们是现煮的啊，我放到油里面去炸一下子啊。哎呦，炸一下子以后来煨的话，很容易就软了。哦。因为这个极高温的渗透压很强，那这样子的一个煨法呢，跟你清煮的煨法完全不一样。嗯。你可能用清水落去控控看暖吼。当归该被你诶生煨生煨，那炸过以后它就不会了。冬瓜会有点酸，有没有？哎，煮久了会有这种现象。啊，蒸过的这个凤爪出来了，我用凤爪的汤，然后这个鱼汤，哇，我都是弄表里一致的原味给各位特别来宾品尝啊。凤爪汤和鱼汤来煨冬瓜，是，然后还有加两块冬瓜在里头，试吃啊，开始试吃，是不是？龙江鱼它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自己身上的纹路，那么这个样子是为了要 A 繁殖季节吸引异性 ，B 躲避敌人消除威胁 ，A 或 B。两位准备，剪刀石头布。哦 ，B 不用接，为什么是躲避敌人？他们生活的地方应该都是在珊瑚礁的那个附近，然后呢，他们在珊瑚礁很多的敌人嘛，那他就会变颜色，跟那个珊瑚礁颜色一样，所以是为了要躲避，就是攻击他的敌人。他不会变色的，他只是变纹路，他会吸光。纹路只是为了要吸引异性，繁殖的时候他才变纹路，平常他不会。三位中间选民，请选择。哈哈哈哈哈！你们，老师，你们这题跟猪没有关系，但是你先选，我告诉你，我相信他。哎呀，确定吗？我刚刚选他是挂的，我陪你好不好？哎呦，因为我真的觉得他一个人吃不来了。所以你也觉得是 B 哦？你只是为同情我，我不需要人家同情。哎呀，哎，我是真的想选你。是吗？哎。你觉得是 A 吗？他刚发你好人卡，然后你还硬来。答案是 B。耶！法律志扬，你是真心真意，真爱啊！忘了。小乔哥哥后天换日，用尽方法要逃脱香蕉皇宫。龙鱼经常会有眼珠下垂的情况，竟然是 B。饲料多沉底。我记得龙鱼是喜欢吃活体，通常饲料应该是不会沉底。对啊，都是活体才对。对啊。我选 A 啊。我说我们会以为他因为想要看饲料，其他是。答案是 A。你看看我后面放的是什么？没看就错了。剪刀石头布。为什么他都猜选都赢 B？ 这只要你选 B， 我们跳 A 就对。等，我还没有，我还可以再有。我决定问上面的。哎呦，还真是 B 耶！就还是 B 耶！哎，应该没跟我开玩笑吧？寻求地基组的乔格格能顺利逃脱上。真爱啊！出了，哇！出了，来，请说明。好，紧接着出了。龙江鱼呢，在遭到敌人威胁的时候，它会随着栖息环境快速的更换体色。一旦威胁消除了，就会很快的变回原本的样子，在水里头悠游的过生活。变颜色也是一种啊。哇！我觉得我有格格命。以前我去算命，人家就说我以前上辈子是公主。我想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人就是要这样子，在逆境当中要乐观。哎，这个汤应该很厉害。这汤就感觉有点粘稠，感觉是那种胶质，已经粘稠了。嗯，是那种胶质的味道。因为那个凤爪的汤。对对啊，所以它是有点焦焦的，不是那种清汤。完全看那几颗蛤蜊啊，那几颗蛤蜊在提味，够鲜了。嗯，边吃我们边选，好不好？好，缩减缩短大家时间。好，来这边请。我选你选。我想要两个锅。你选好了，我刚选过。你想两个锅？嗯。一。一吗？一。一八一八。
吗？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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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都已经刚刚都不是我选的，天生的格格命，我都已经知道趋吉避凶，因为我是香蕉哥哥，也是香蕉王子，我们加起来当然威力无穷啊！我忘记了。好，大家回位置办。我会把底层的味道拉得很够，让它喉韵足一点。嗯，这边就保持鱼肉的清甜。啊，那么待会儿会用这个汤呢，加一点点的调味鱼露呢，淋在上面，淋葱姜丝这样子。啊，也是蛮清爽的。嗯，那么上桌的时候会稍微大气一点，好看。好的，好，我们一会儿回来。好的，这一期。我的天哪，给我们吃马蹄蛤。马蹄蛤一整颗哈，来准备。比较对。提不起。来，养殖业者观察发现，龙鱼经常会像图中这样，有眼珠下垂的情况，竟然是为了 A。光线太刺眼。B 饲料多层底。来准备，剪刀石头布。真的是 B。饲料多层底。饲料多层底。他很害怕那个光线的话，我觉得像爱鱼的，就是爱鱼的人，他会把那个光线调暗，或是用什么遮一下，就不会让他这么不舒服。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他自己本身想要看饲料，跟光线无关。我记得龙鱼是喜欢吃活体小鱼，都是吃那种小鱼在那边游来游去，因为他喜欢去追，所以通常饲料应该是不会沉底。对啊，都是活体才对。对啊，是啊，你选 A 啊？啊，你选 A 啊？哇，连我们都骗到了。我刚选 A 啊。对啊，我是还没讲完嘛，你就要先讲嘛。我就选 A 啊。对啊，你好像选 B 了。我说他，我们会以为他因为想要看饲料，其实他是一个。来，所有的观众朋友啊，请看 VCR 啊。恭喜水瓶选一选择，这还要选吗？真的啊，因为我们养过这个都知道，它吃活体啊。对对耶，你这样讲我想起来了。不然你换你过去一下。过去吧。对啊，一人陪他，一人陪他一次啊。哎，说不定他就。我们来看看是不是那么衰的。对啊，搞哎，搞不好你们这次对啦。对。可是我想吃那个哎。你刚刚已经喝到鱼汤了吗？好了好了好了。你来坐月子的，干嘛？你很坏耶，被你发现了。你再不喝了，你等一下会死。生完三年还要继续的。你休息一下嘛。我们来看一下，他有那么毒吗？好不好？轮流陪，他也陪，我也去陪了。好好好，搞不好我们要吃。搞不好你对啊，善心来，佛心来的。对，答案是，答案是 A。我被送入火坑了。哎，我刚也陪他了。白说。我全全赢了耶。来，养殖业者发现，如果灯光打太强烈的话呢，龙鱼会以为要避光这些的光线，一直会往下看，久而久之眼睛就会往下掉，造成眼珠下垂的状况。这种龙鱼如果眼睛掉下来，有没有？它价钱也变低了。哦，是啊，为什么？所以现在灯光要由下往上。对对，就看看，他怎么长得可精神了。我笑不出来，我才笑不出来。张国成，你敢吃一个试试看？你又没有鱼，他不要这样嘛。我们有香蕉可以吃啊，也是。哇，你看台湾香蕉真好吃。陈哥把你赶过来之后，他就可以吃两颗。好鲜好浓，不准他吃两颗。哎，我有看到他舍不得吃下去。哎，受夹没啦？他们都五汤两拎的呢。我来。这鲜金也太咸了，对对对，放多要吃。不要喝汤了，那汤太咸了。哎，这没吃到会后悔啊，这个。哎，六大块，吃起来就是爽快。很咸。那你送急诊。借一颗啊。哎，太好了，来来来，不然抽这个来了。给你
玩，给你玩，这游戏超好玩的。什么 ？A 好了，一根七根。我刚刚只帮你弄了两锅子。对，谢谢。七根，我现在需要的是锅盖。七根七根，给你一个砧板好不好？七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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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分！哇，锅盖是不是？好强，好强哦！你先换衣服吧，他很难超越你了，你穿这个，真的，他赢了他今天，我真的没办法，他这成就太高了，我好想吃香蕉。一二，我提醒你一件事情，你兴奋在后头，现在就让你先兴奋。你是意见领袖，对，我往左边站一点，意见领袖奖，这三箱哦，鸿鹄毯地之中，你们一开始放就。他一开始放就放在他前面啦，不是三条是三箱哦，三箱。哎，你看看我后面放的是什么？我一看就错了，我压你两次了，超衰的。好了，慢慢吃。豆腐的部分呢，会把它切成像起司一样，再进去，让它的吸收会更平均。超分的，哎，你有声音要讲，我还有完全没有。你要切丝啊？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再拨上去。哦，因为这个在饭盒里面的时候，你到时候这也太细了吧！香蕉格格真空赛却演变成中间选民的对抗赛。美国纽泽西有一名九岁的小男孩和爸爸去钓鱼，没想到他竟然自己……我选 B 啦。你要看这渔法，没想到他竟然自己钓起270公斤鱼。这个预计算，他跟爸爸去钓鱼，没想到竟然自己被鱼钓。好，来，来你们俩再决。好，现在我们两个猜拳，判断谁对。我要选择跟谁走。对对。一掷千金哦。国外的人真的很无聊，他们就只有好笑的事情才会录影，然后就他们笑，他被抓去的时候，他不救他儿子，他们就。香蕉宫廷大战最终回合，乔格格能逆转让天使碎吃香蕉吗？把它切成细丝，然后再拨上去。好，因为这个在饭盒里面的时候，你到时候这也太细了吧！这个准，我可以到后面去了吗？对对对，阿基斯找我们了，来这边请。那我现在呢，把它堆叠好。阿基斯刚才用那个鱼汤啊、蛤蜊啊那些汤，是不是啊？是是，就在这里了。超级香，你看这个。你用那个汤煨那个冬瓜大概多长时间了？十来分钟左右了，因为油炸过以后完全透哎。如果没有油炸这个动作呢？最少要20分至30分的。二三十分。哦。对对对。那这一道菜会这样子设计的原因，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很多那个图片啊，或者是类似于海边那个穿穿流水，有那个鱼跳上来，那么不是老鹰飞过来一手就这样子抓？对，我们把那个意境给结合到菜肴里头来了。鱼要鱼要揪飞，哎呦！好，那现在这个堆叠好的时候呢，我再回锅啊，再回蒸，蒸个5分钟。让它这边的热气呢能够蒸透，蒸透上来，我这个鱼肉摆上来的话，就50秒钟起锅，就好像清蒸鱼一样。哦，那么把那个汤呢，那个汤调一点酱油，调一点点的蚝油啊，那么就淋上来。那这边有一个很清爽的葱姜丝来做点缀，所以清秀的颜色就这样子就完成了。好，鱼完成了，谢谢。来。薄饼的师傅组装，剁碎之后放在这个中间。它硬骨要喜欢那个，跟钉骨还是这样？硬骨要会把它剁碎碎的放一片在上面，然后再跟鱼做结合。樱瓜的这种是那种咸鲜，可以顶它的味蕾。啊，对，鱼肉本身不调味。对，不调味。组合在一块的时候，然后大概再蒸个2-3分钟。等一下这个弄好之后就去蒸5分钟，还要5分钟吗？对，要5分钟。这么薄的鱼肉要5分钟啊？要，然后再来点龟卵跟这个葱，棒鲜吊龙鱼完成。也完成了。好了，
放鲜钓龙鱼就是我们今天龙鱼龙山鱼，澎湖产地直送的清水龙山五星级料理上菜。我们杀鸡吃的好不好？鱼要就飞，就是来，请您出题。许多海水鱼类的，它会游到河海交界处来繁殖交配。研究发现，这一些个鱼类所产出的精子，竟然 A 超给力，30个小时以后还能够受孕。哇 ！B 活动力很低，30秒后就失效。A 或 B。好两极、哦。准备猜拳，剪刀石头布。为什么他都猜拳都以 B？ 活动力低。你很反骨的。没有，因为我觉得是 A， 但是我现在不要听信我的直觉，我今天衰，所以我就是觉得 A 的话，我就是相反 B。你要斗不赢上面。那照我们今天对你的认识，只要你选 B， 我们跳 A 就。对。等，我还没有，我还可以再有机会。还有这样子。你要说上面嘛，我决定问上面了。哦。业绩组仙女下雨桥那边，请问你，请问这题答案是 A 还是 B？ 已经当选了。哎，真是 B 耶！就还是 B 耶！哎，应该没跟我开玩笑吧 ？B B， 哦，耶！是是是，来，等一下，你是，我是 B， 活动力低，是吗？你是姓第几组的吗？对，我是姓夏雨乔的。你少来，所以我来 A。哎，你姓他最来，我姓他，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哦，有可能是不是因为在海的地方哈，它是可能有天敌比较多。河海交界处不是各种鱼类都适合在淡跟咸之间，它一定要有某种的咸度的水才能够生存，所以它跑来这边。那如果你还30秒，那你别哭啼，你还得细细的喝啊，真的有道理。他那个30个小时，我也是觉得大自然应该被北撩缸啊。不过30个小时真的有点还不行，人选好了。我们先讲。下一题我们派一个人过来，你知道吗？说不定是 B 啊，对不对？没有换你，再换你。信啊！但下一题换你。为什么是我？哎，搞不好你们就对了。对，有可能对啊。答案是，感谢地基组哦 ，B。你看，谢谢地基组，谢谢。诸位，美国研究发现，会游到河海交界处交配的鱼种，产出的精子活性比较低，遇到淡水只有30秒的寿命。在30秒之内呢，如果没有和卵子结合，就会失效。哦，照我刚逻辑，我们才北撩缸嘞，现在都已经完成品了，我怎么没有吃到？啊，鱼肉真的是紧哎。鱼肉是偏干的，它是跟冬瓜有韧性，跟冬瓜一起养，你就会觉得整块肉是很 juicy 的。如果没有冬瓜的话，你就会觉得有点干，真的耶。来。你说说看，吴师傅，整个你在吃的过程呢，鱼肉本身的鲜，那冬瓜本身的甜加它的这个多汁的水分，那另外一个这个鸡爪的部分，你在抿的时候，你嘴巴满满都是胶质。其实你在吃的过程，你如果眼睛闭起来慢慢享受的话，你会觉得说我是吃一块像龙胆石斑那种感觉，皮表示很厚、很胶、很多的那种胶质，所以现在嘴巴部分抿的都是鲜味。好好吃，掌声鼓励。谢谢啊，三位后面来，换你玩了，你得去。哎呦，请画，该不会是一根吧？一根我们三个人分也有点难看。走了，我想要鱼，来一个四吧。就到哪里？右吧，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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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一次一次两根呐，好可惜哦，我又吃不到了。我随随便便就抽到6根跟8根嘞！我刚吃过，你可以享用，不理掉了，你们两个把它处理掉。你不吃哈？没，然后多少加给啊？都瞎啦。分到一根对我来讲，来这节目算是很少的。他上次来猴子。对，我有一整集吃不到菜的。接下来要吃的是棒鲜钓龙鱼。吴秉承师傅的，请出题。美国纽泽西有一名9岁的小男孩和爸爸去钓鱼，没想到他竟然自己 A 钓起270公斤的鱼 ，B 被27公斤的鱼拖下水。剪刀石头布 ，Yes！ 我想出剪刀的，我选 B 啦。哎呦！被二十比较合理，对不对？对，因为9岁的孩子大概也就20公斤左右，25到30公斤左右。真的吗？来，中间选民，请选择。B 会太合理了一点。那我真今天整集都是相信你。
哎呀，对，但是这次我没办法。范佩君，真的吗？跟他去好了。好。哎呦，竟然去了去了去了，想钓鱼，没想到被鱼钓。对，这个逻辑。对，你要看这鱼法，没想到他竟然自己钓起270公斤鱼，这个鱼巨帅，没想到他自己竟然自己被人，不对，应该没有自己，他跟爸爸去钓鱼，没想到竟然自己被鱼钓。好呀，被人，怎么人家是写这个嘛，是不是？那你答案应该是被鱼钓。好，来，那你们俩猜拳。现在我们两个猜拳，判断谁对。我要选择跟谁走。对对对，陈哥，该不我值日生吧？我觉得他讲我觉得是 A， 是不是？对，有道理。就中文的文法，没想到他竟然自己钓起270公斤的鱼，一掷千金哦，你可要注意了。哎，可是那么大的鱼，要不要特殊的海域？而且国外的人真的很无聊，他们就只有好笑的事情才会录影，然后就他们笑，他被抓去的时候，他不救他儿子，他们说。他儿子骑踩在鱼背上，就这样就回来了。国外都这样啊！爸爸怎么会笑？真的吗？爸爸很爱笑的。答案是，好，答案是 A。啊！我吃到两个产品耶！天哪！我脏了！什么鱼？美国有一名小男孩花了2个小时的时间收线。最后独自钓起了272公斤的鱼，没有写什么鱼，好，体型比自己大上一倍，最后还将这条巨无霸的鱼放生。那个豆腐应该是关键，真好，哪有豆腐？里面有，这都是豆腐，这个，哦，真的吗？那哪有真的？所以整个很舒服，硬瓜当然也是刺激味蕾的，都是，对，都是用这些技巧。然后豆腐让它看，让它在你嘴巴吃起来觉得鱼肉是很软的，对，有个错觉，对。真的，阿基师请补充。它的重点可是肉里面的咸鲜了，啊，对于整个龙山鱼的鱼肉做到了最佳的提味效果，没有任何盐巴的感觉。可是鲑鱼卵是爆浆的，你抿到哪里它爆到哪里，哦，然后让你的吞咽的时候喉韵的感觉了很到位。谢谢吴师傅。来，你们两个到后面来。啊，我吃了两个成品哎。哎，对不起，对不起。低呀，金价很低啦，两个最重要的成品居然没都没吃到，都没吃到。哇嘞，现在最后两题成品你都没吃到，潘玮带队范瑞君连到7个香蕉吗？金价很低啦，两个最重要的成品居然没都没吃到，都没吃到。所以我刚刚跟来喽，这个下一下那么多下一下已经下也放多，它有两个是翻盘的，哦是啊，我有鱼了，我有鱼的礼盒了，耶，开心，恭喜，来了不用弄了，四根。啊，你就算一根都不吃，你还是赢啊！对啊，没关系，但是我们对敬业把它吃掉，谢谢谢谢，来好嘞，来你三根，这样会有什么？为什么？我虽然没有吃到，但我脑子还是清楚的。格格好，啊，对，我是格格了，香蕉格格好，来侧碰一次，三次就要游街，可以拿上次的画面吗？集三次，我们换免费游街一次，快给格格着衣呢。哎呦，格格里面这衣服不搭哎。没关系。好了。行了呗。还有个披肩呢。格格冷啊，披肩呢？这是香蕉披肩。连披肩都是香蕉。是啊。嘿。很鬼哦。正宗香蕉格格，后继无人。嘿，格格，香蕉格格。又当选啦！再把这好戏跟大家介绍一下，绿光剧团今年度最新推出的大戏《押解之菜鸟警察老扒手》，10月2号起在台北、高雄、竹北、台中、台南等等场地，我们会有一系列的巡回演出，是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这是彭鸿升、范瑞君非常精彩的演出，希望大家喜欢。新年以后，谢谢三位，谢谢两位主厨，谢谢，谢谢。格格最爱看戏了呢，祝全台湾喜欢吃龙山的朋友天天都幸福，晚安，拜拜，拜谢谢谢谢谢。
程乔首次挑战冰箱指令赛，花招百出，却差点毁了师傅们的心血。为什么还没有从冰箱拿出来就有东西可以切？我们都是空的，快点！这边加盐，盐加那么多，是不是教的吗？我认为。而小珍将冰箱食材夸得天花乱坠，没想到全是一场空。我只要冰箱好不容易清出一个空位，就会忽然有人送一整箱东西。那种事真的啦，你是无物件啊？你有东西？好些啦，你都打包了，你东西超少的。好饭麻粉，我们把它做成那个麻粉。麻粉，麻粉面包，哎，好特别，好好吃哦。随便你选啦，反正我们冰箱是空了。麻酱冰咖喱鱼，还是说我们现在一起走出去吃餐厅？卖呢？三不是厉害吧？今天带了可不少冰啊，冰品又不是甜的。不要用炒饭吧？什么都没有，神经病。这边会比那边好，那边会吃油啊。他那边太油了，煮的人也油。里面的面条，你们这边是手工把它变出来，是有加温哦。说这边有加温哦。面人啊！哈哈哈哈哈！